嘅品牌，都係咧深受家長歡迎啦，大朋友同埋小朋友咧都非常之中意嘅噃。咁所以咧今日咧所有嘅得獎嘅品牌咧，全部都係實至名歸嘅。新意品牌2012優秀兒童舞蹈學校得獎嘅學校，恭喜曬！SDM 爵士芭蕾舞学院，我有请就系 SDM 爵士芭蕾舞学院嘅院长陈婉航小姐，有请。恭喜晒 Andy！ 我哋好希望继续落嚟咧，我哋会致力推广舞蹈嘅发展啦，咁同时间咧提供优质嘅学习环境啦，同埋咧多元化嘅表演平台，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可以愉快专业咁成长。多谢。好开心咧！新城资讯台咧颁呢一个咧优秀儿童舞蹈学院俾我哋 SDM 爵士芭蕾舞学校嘅，咁得到呢个奖项咧，我哋觉得好荣幸啦，亦都好多谢咧各位家长咧嘅鼓励同埋支持同埋认同啦。咁同埋今日好开心咧，我哋一班嘅小朋友咧亦都嚟演出噶，咁见到佢哋跳得咁好咁有自信咧，我都觉得好欣慰。咁期望我哋嚟紧咧继续努力咧系推广呢个儿童舞蹈嘅发展啦，成为咧大家心目中咧最优秀嘅舞蹈学院啦。多谢大家嘅支持。6月24号咧系我哋 Star Academy 嘅开幕嘉年华，咁希望咧大家一齐嚟玩啦，可以感受下跳舞嘅乐趣。